Bendecidos con la presentación de una de estas reveladoras conferencias titulada Mantente en contacto constante con el poder del maestro interno, dada en chino el 19 de octubre de 2016 en Taipei, Taiwán, también conocida como Formosa. I'm very happy for you. I'm very happy for you. 来一来而已，根本没有专心啊，没珍惜啊。你们好好那边修行就好了啊，外面不用管他那么多，OK？我喜欢比较偏僻的地方，比较没人，那种地方。不过你们这边好好，有东西吃在下面啊，怎么能够给那么多人够吃吗？ 你吃的是什么？米粉吗？等一下可以看。啊，什么？等一下可以看一下。是，我们有准备。我有看到，整个那个很大的桌子。不过谢谢，我中午吃过了。如果中午不吃，晚上才吃一点。如果有空，好吗？没有空，就等明天中午还来得及吗？ 你懂吗？有时候这样，看情况。今天中午有吃了，就谢谢大家，你们自己用 ，OK？ 师傅来看你们而已。OK，Thank you。吃饭也是要付负担哦，不是钱的问题而已，就是业障哦。你们吃的话很小，很小代价啊，师傅吃什么都代价很高。 规矩是这样，如果有空会念出来给你们听，当名师要干什么干什么的，因为有好几个想当名师，他真的不知道，他真的不知道他在讲什么的，了解吗？如果我念出来那个名堂，也许又不敢了，情也不敢，懂不懂？
看人呢，我讲不完了。比方说，一星哈，一星称一千人左右哈，要两三次个月要洗业障，每天要7-8个小时。如果能够的话，当然不能啊。然后就中间的时候，别的业障也来，来不及洗啊。而且嘛，还要做这个做那个，不能做那么多小时洗的，而且要等2-3个月才洗得完。 在中间业障还是要背的，听懂我意思吗？别人说这样子，不是说，每次出去就笑笑笑笑，然后跟大家开玩笑，每个人笑歪歪讲，不是那样的，那个是外面一点点工作而已，当然是很辛苦，而且如果你没有好累劫的福报的话。 你上台讲经一两句就已经倒了，听懂吗？还不要算到硬性的，因为来不及洗的，所以再用前世的、前世的、累世的那个福报来洗。然后如果不够的话，其实也不够的，有时候，够是够了，不过。 这样子。
然后佛在那边教训他一大堆了，就真的像一个爸爸一样，说你啊，这个人哈，看看那个这个盘子是做什么，他说这个是用洗澡的，懂吗？ 以前和尚都没穿鞋子进来要洗澡才进来道场嘛，然后释迦牟尼佛就问他，那个盘子平常用洗澡了，能不能用来喝汤啊、吃东西啊？他说不能啊，不能，哎，这个用途是不一样。释迦牟尼佛就是说，你就要像那个样子。<笑> 就不能用在比较更高雅的地方，所以你要当好一点的徒弟了，懂不懂？不是因为你是我的儿子，然后就随便懈怠，到这样呢，好严格哦。还好我们不是他的儿女，<笑>所以我们晚餐可以偷吃。<笑>哦，因为释迦牟尼佛不知道臭豆腐了。<笑> 吃一下的话，一定也是我会再想吃的，因为我以前刚来的时候，一经过那个刚来台湾，我经过臭豆腐，哦，这什么东西？<笑><笑>我就赶快把迷路了，把我踩起来，给我怎么跑得好快，好快，跑越来越快，我说 ，Oh my God， what is that？ 真的一惊，my God，what is it？ 真的一惊 ，Taiwanese people， what kind of thing？ 的一惊。 所以好几年都不吃的，懂不懂？年纪纽约回来，然后等等，去印度回来也不会吃的，好久了，已经有徒弟也不会吃。就有一天我去闭关，刚来就没东西吃了，没带东西来，然后他们就带来一人一包那个臭豆腐，在塑胶袋里小小包，看起来很善良，懂吗？因为看起来是一点点泡菜嘛。 然后那个几个那个三角形，那个黄黄的 ，OK， 看起来像煎啊，加那种豆腐一样，刚好肚子饿嘛，走路已经很久了，在山路那边就要走路才能进去，不能够开车进来啊。然后就他们就骗我，一边讲话一边吃啊，然后我就吃，我没想，<笑>没闻到，讲话嘛忘记了。 然后吃下去，哦，吃那个以后就，哇，喜欢了。<笑>他本来坐一坐，然后就走了。结果他们说你们还会来的，总理的中心也赶过来，所以我就不忍心了。然后有那个借口就吃臭豆腐。<笑>不过平常啊，晚餐。 吃的比较不大好了，OK。如果要吃的话，啊，就多练武器了，回去多打坐。二是我跟你讲，我从那个差不多半夜啊，两三点，大概两三点以后到两三点中午啊，就是那个阳的时间嘛，然后那个以后就是阴的时间。 这个是给那个佛定的力量做足的，然后大家回来晚上也是累了，懂不懂？然后那个压力比较大，那佛定力量也比较强，所以呢还好有观音法门，吃的可以回去洗，懂吗？哎，多观音观光洗一下，啊，不过你们平常的人哈。 吃东西的话就代价没那么高了，您吃的话哇很高，那您吃的话，比如说就有那个，一不是两 percent， 那个业障而已，懂吗？哎，难免啊，哎，人家种菜啊，也他们也有业障，我们也承担一点福报给他们。
不过很小，当名字的话，他们开价很高，哎，所以如果吃太多就不行了，你懂吗？也可以啦，就后面要打坐很多就对了，不过名字本来要打坐6个小时了，最少了，懂吗？当然最少的，然后还要替徒弟打坐多一点，然后出去外面，哎，要回去要多打坐一点。 什么都要，什么都代价很高就对了，啊，有时候我跟助手讲话1个小时而已，也是很多% 业障，听懂吗？那规定是这样的，哎，普通的人是没关系，没有那么多，那么你住户那个名字，他故意这样子，懂不懂？那个代价很高，所以平常那个吃中午就够了，我吃平常一餐就 OK， 过来中午就吃饱了就不用了，晚上今天都不想吃，比方说讲昨天也是这样的，前天也是这样，懂不懂？你为什么想吃？不过可以吃呢，奇怪，不想吃没关系，吃就可以的。所以我们吃饭呢，或是做多数东西都是习惯了，然后又被那个外面拉拢嘛，诱惑而已。如果我早一点回去的话，就回去可以打坐睡觉了。 啊，结果做我说OK，我做2分钟而已，结果就到现在还在，<笑>不是那样子而已了。等一下回去，整个晚上又打坐席，结果臭豆腐，<笑>因为已经过了时间了，懂不懂？过那个肯定时间也是，然后我还见大家那么多，哇！等一下明天、两天、后天，哇！ 如果来不及打坐的话，会出问题，懂不懂？内边外边都出问题。哦，我要跟你们讲，吓坏你们，你们本来都想当名师的，是不是啊？<笑>所以我不敢吓坏你们。有空我再念一个 list 给你们知道，当名师是怎样怎样怎样的，懂不懂？动不动就业障，看谁都有业障。出去外面吃饭，回去又打坐几个小时，懂不懂？哎，比方说出去外面。 自己的饭馆还是一样，懂不懂？有时候外面的饭馆也更糟糕。外面饭馆有时候他们说他们洗干净，不过没那么干净了。我还会闻到那些鱼啊、肉啊那些味道，那个盘子，即使洗在机器里面了，热度已经100度的那个热水啊，还有肥皂什么，还是会有味道的，懂不懂？那不过味道是不是糟糕了？业障还留在那里，你能不能想象？ 鱼的味道而已，还留在那个盘子里面，然后洗澡水，洗那么干净，何况业障呢？<笑>就看不到而已，懂吗？所以出去就错，回来就很辛苦了。<笑>在这个世界上，没什么免费，没有什么你能心想或是觉得好的东西是免费的，啊，代价很高，听懂吗？哎。 是普通的人，或是普通修行人，还OK的。这单位名师啊，哇，他不让你欣赏任何东西，了解吗？是虐待到底的才行。你不要你就走了嘛，就这样，了解吗？你不要你就运回来，你运过来，我们这个是我们的地方，我们有自己规矩，谁叫你下来？懂吗？要建业好了，哎，规定好，听懂吗？你。 不下来就算，你下来的话要守规矩。比方说我们这个台湾人嘛，是很自由自在啊，这个国家真的政府蛮好，很自由的。除了你不要犯什么法就 OK 了解吗？哎，没有人去监测你，没有人去监听监看你，没有人烦恼你什么，了解吗？你们住台湾的不要理所当然哈。 政府好，我们会拥护 ，OK， 拥护，不要做什么，给政府麻烦。即使小事情，每个人都做小事情的话，那政府要啊，一天到晚整理，懂不懂？然后要罚，他们又不好意思，又不法无情，比方说这样，然后每个人都是这样子的话，国家乱掉了，政府没办法，没有空档时间，能头脑想到更大的事情，懂不懂？外交啊，给国家更光荣进步啊。
了解我意思吗 ？OK， 哎，我们特别修行的人要小心 ，OK 哈，要注意这个方面。不是我们怕什么，就是我们应该做的嘛。好的公民是好的东西 ，OK。如果一个国家和平，我们修行才好啊，了解吗？如果台湾没那么自由的话，你们不能来这边做那么多人，哪有这样？很多国家不能这样啊。诚恳跟你们讲的 ，OK。如果你们不相信，去别的国家玩一玩，隔壁什么的，不管了，你们学去学去看看，了解吗 ？OK， 呀、yeah. ，为什么讲到这个地方？抽到，知道了，对呀，啊，我就是说。像是你现在不吃也可以的，懂不懂啊？就吃一点给大家结缘嘛，跟世界结缘，不吃也可以，不会怎样。所以我们修行了以后就不觉得很重要。其实我吃的话也很简单哈、啊，如果吃饭的话，就白饭跟一点绿绿的菜啊，然后这样子就跟一点酱油啊，就 OK 了。然后就水果啦、啊，不然的话。泡面呢是最简单，不是那种比较复杂的泡面，不是很简单。台湾弄那些米粉的，然后只有一包小小那个，没什么很浓那些啊，没什么辣那些 ，OK， 这样吃那个，因为那个咸咸的味道还习惯，懂吗？所以吃那个给他不要想那么多，然后让我空档也可以做别的事情，不然不吃也没关系啊。刚好那个吃水果就 OK 了，就是前面吃水果嘛，吃了已经饱了，就吃那个泡面也不会觉得怎么很有胃口了，懂不懂？还煮了臭豆腐，今天能就就顺了，真的诱惑我。台湾是这个臭豆腐真的太厉害了。我跟你们讲哈，如果你们想一天吃一餐的话。晚上决定不要去那个臭豆腐的地方。OK， 也没关系了 ，OK 了，可以，懂吗？就晚上最好不要吃那么多。不过如果你们不习惯的话，晚上如果不吃就睡不着呢。我有时候睡不着，佛经也有说嘛，因为那个时候释迦牟尼佛的徒弟和他本人都一天吃一餐，因为。有很多理由嘛，第一次去透过嘛，自己去透过过去的。如果整天去透过的话，那什么时候去讲经呢？去打坐呢？懂不懂？哎，而且那个时候晚上都没路啊，没有路灯啊，然后看不到啊等等，所以一天一餐就 OK 了。然后如果有人来供养的话，你不能等待他整天煮饭给你吃了，一天三餐那样子呢？怎么能够嘛？懂不懂？然后什么时候佛在上台讲经啊？什么印心啊？什么一大堆的啊？那可是两个理由。第三就是因为那个印度的和尚的传统，自古也都是这样啊。第四，也许因为佛也知道晚上就是属于那个阴气的地方，属于那个佛定的力量嘛啊，所以我们吃的话代价很高。比那个中餐高，所以事实上我们吃一天一餐就 OK 了，就习惯了而已，真的习惯了而已。啊，如果今天没有去医院，然后没有那个胃情来这边的话，我就早就回去了，根本没想到吃任何臭豆腐、香豆腐什么都不会想到的，了解吗？因为回去会忙自己的那边啊、外面的事情，然后就不用再想，你想你不想的，不是因为就勉强自己吃，一天一餐，然后晚上还想着食物，是不是？很轻松的，了解吗？哎，除了比方说有时候生病啊，然后中午不能吃了，我是忙啊，我是旅行的时候没东西吃，然后晚上就吃一点，当然要代价啊，要打就更多而已 ，OK。在佛经也有说，如果和尚嘛，如果在旅行的时候，不知道什么时候才碰到那个村民或是人民啊，能够脱货，所以，随时可以吃没关系的，了解吗？就要知道这个世界有什么都有代价很高，就对了。OK， 晚餐比中餐
代价比较高 ，OK？ 对那个所谓的名字的话，哇，啊，好多倍高。不过没关系，他给消化了，就是晚上就不怎么很好可以吃的，最好他不想吃就不吃了，而且，佛也不是说禁止，就是很多不方便的地方，了解哈？给和尚嘛，和尚不能整天去托钵，了解吗？早上去托钵，中午回来吃，然后就洗澡啦、刷牙、洗脸啦，洗一个洗啦，然后等一下下午就开始讲经、说法、打坐，我是做别的事情嘛，听懂吗？就不能整天去托钵啊，不是，如果有人来供养，像那个。他们有上个月下雨嘛，就佛都让他的住家人留在一个地方，因为他们衣服不多嘛，如果每天去脱货的话，恐怕回来没衣服穿了，下雨季啊，所以就是嘛，所以他佛才让他们留在一个地方在一起，然后徒弟来供养，人家来供养那个时候就没什么大卡车跟我们一样带那么多菜那么多饭来那么快，了解哈，所以一天煮给他们的餐已经 OK 了，了解吗？很多不同的方面是这样，不过我们如果想要像那个八关斋戒那个一样一天一餐的话也可以，就是看你们体力了，看你们要不要能不能呢，我不用勉强 OK， 就是知道晚餐吃小一点，然后打坐多一点，了解，观音法门能够化解一些了，就是我要利用这个情况吃太多，因为有很多人没得吃嘛。个伊斯兰嘛教哈，他们一年有一个月叫 Ramadan 啊，从早上到晚上都不吃的，晚上以后才吃，懂吗？晚上才吃。第一回也许那个时候，那个教主穆罕默德被人家追杀，追哪到处都要躲要抢起来嘛啊！然后如果他们拉玛丹就是集合很多人呐，所以不能白天煮饭什么都比较不方便啊，白天就躲起来打坐什么的，然后晚上才可以吃饭因为在煮饭呢，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电炉什么，没有瓦斯炉，所以一煮饭就烟了，懂吗？烟上来，而且很多人啊，所以他们才这样。第一、第二，要他们徒弟啊，就了解别人的苦心了、同情那个贫穷的没东西吃的人，因为这个世界这个时候还有百千万亿人。去睡觉时空肚子去的，整天没得吃的，小孩也都有。你们看电视也晓得，看电脑也会知道。还有看电视，看普通的电视哈，还有看电脑也代价很多。所以你不要那个眼睛不要黏在那里哈，该看就看 ，OK。我都没看嘛，他们有放电视在我山洞里面一个小小的角落的，不过我都没看，他们都到处都放电视，我目前都没有看，那没时间，而且没兴趣，而且看了，等一下又他就很辛苦，也是代价很高，懂吗 ？OK， 那你们的话也是会有代价了，比较小一点，就是还是要多努力。比平常打坐才能够化解那些，因为电视啊、电脑啊，就是普通的人嘛，懂不懂？忧虑很多，竞争力很强，压力很高，所以我们看他们，有时看他们做事情，跟他们沟通，就会开一个通道给否定的力量进来。所以晚上后来你们就会做噩梦，不是说怎么乱七八糟的梦，不是打坐有所不闻，不过看一点是没关系的啊，大概半个小时一个小时 OK， 除了你吃供桌是没办法，多念五句 OK， 多打坐，这个世界有什么好玩，都是代价很高，连我们菜呀、也读的，
不是因为化学的关系而已，不是因为那个地已经毒了，也不是因为我们那个地已经毒了，我不是因为我们水已经毒太多了，快死了，我们的水啊，多数都是死了，生的水的，不是没有灵气的水，没有活气的水，了解吗？我们没办法，最后不是因为那样子而已，就是因为很多的菜啊东西都会自己有毒分的，所以不是吃很多就好了，了解吗？没错，而且吃很多复杂的东西，混在一起，肚子不知道怎么分类，懂吗？等一下了，<笑>就有问题。不过人类多数习惯了，所以不吃甲乙不行的，懂不懂？不吃才不行。那尽量吃刚好，那也不用说很多很多，很多甲乙不一定 OK， 越多东西混在一起的话，那个毒的越多嘛，懂不懂？有时候跟这个跟那个不合啊，然后我们就混在一起吃，又增加它那个活定的副作用 ，OK， 然后就有这个病那个痛，然后就不知道为什么。不过我们吃饭菜习惯了，不是每个菜都毒的，不是每个水果不毒的，连水果也有一些毒的。 不是每个谷类都好的，懂不懂？饭是 OK 的，其中一个 OK。那我知道很多，我现在不讲，你们就不吃饭了，就怪师傅说我都收了，都不敢吃东西，师傅说都煮，我不敢吃。没关系，多努力，打坐 OK。 那边也随时要跟内在沟通，要跟师傅力量沟通。不管那么多月亮星星了，他们自己会加持的了。OK， 不用注意外表，外面太多，了解 OK， 因为师傅的力量随时都在，那个星星月亮有时候会盖住了，而是有时候季节不一样，要没有，懂吗？就是。 那个 master power 随时都在24小时不停，那我们就靠那个，因为那个是我们本人自己的，没有借别人，懂不懂？佛的力量、佛性也是释迦牟尼佛有，不过我们也有，是我们的本心的嘛，了解吗？我们要把它挖出来，给它多发达，多亮出来给我们用而已 ，OK， 靠这个是最好，因为师傅的力量，不是佛性，不是 Christ 都一样，在我们里面了。运行的时候给它已经行起来，把它打开，让它显露出来了以后，就我们就沟通了，懂不懂？跟那个大的师傅，宇宙的沟通，所以我们靠那个是最可靠的，了解它 OK？ 然后别的星星、月亮、太阳能加持我们的话，都更好啊，慢慢一点，懂不懂？ 就 OK 了，然后吃饭的话，最简单够营养就好了。有一些人吃很多，不过也胖不起来，然后还是病了，懂不懂？不过不是说靠一天一餐才成佛，不是？不然很多饿死的人会找成佛。哎，我是蛇啊，比方说蛇啊，它吞进去一个大箱啊，然后它躺在那边，几个礼拜、一个月。 消化，因为它没有消化的那种系统，不像我们那样子，它竟然靠里面那种浆啊什么那种化学什么的慢慢消化啊！开玩笑了，哪里蛇吞到一个大箱？你们还在那边静的，静静的认为对的吗？师傅讲什么河道理才相信，不河道理就不能相信。 这个开玩笑了啊，OK。因为有一本书嘛，叫《Pretty Prince》， Little Prince， 小孩子嘛，他画一个画，有一个一条这样，然后上面凸出来很大的，然后他就跟大人，你怕不怕？那个大人说，我怎么怕一个帽子呢？<笑>然后他觉得大人没有想象力的，<笑>是啊，OK 哈。 你们不要吞大象就对了，OK，<笑>就可以消化很久。<笑>我们吃简单的话，那个
那个肚子比较简单消化，你不用一次吃那么多样，懂不懂？比方说今天吃一两样，明天吃一两样，中午吃那样，早餐吃那样，OK？不过如果肚子饿不舒服， 一天到晚打坐就想到面包的话，拜托要去吃，OK？ 我吃一餐，因为我能够，了解吗？然后我不会想到弄别的东西了，我想就去吃了，我没这么严肃了，了解吗？不过不想，啊，除了你拿臭豆腐上今天的脸色，真是太，太会懂事了，那。 奇怪，我说我爱你们，觉得不一样。他说 I love you 就不一样了。I love you guys。Thank you 哈，谢谢，谢谢你们的爱心，谢谢，I love you。